第八个问题啊，这是一个奇怪的问题。他说：“弟子于梦中多次啊，见到老法师。弟子于梦中佛地哀泣，请问这如何理解？”这个不能问我，我要问你：你为什么趴在地上哭泣？啊？那么如果我们从推理上讲呢，惭愧的心升起来啊，忏悔的意念升起来啊，才会有这种现象。